你曾经想过要出国念书吗？除了需要花费大把大把的钞票以外，还需要获得如 SAT 或者 ACT 等考试成绩，以及门槛远高于高中程度的外语检定。因此，中原大学的2+2学程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。你可能会问，有这么多方案，为什么要选择2+2学程呢？首先，打造全球型专业人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愿景。中原大学创立于1995年，为落实学用合一，拓展国际视野，连续4年荣获世界大学排名中台湾私校大学第一名。其商学院各于2015年通过 ASCSB 认证，国际地位及教学成就备受肯定。2017年，中原大学与美国天普大学签约2+2学程。天普大学至今已有百年悠久历史，在美国全国大学排名第115名，而其中的福克斯商学院除了享誉国际外，更是名列全美商学院第32名。此外，地理条件也是其一大优势。天普大学位于美国费城，为全美第6大城市，被认为是最具历史意义的城市。更重要的是，主校区到纽约只相隔160公里，而生活费呢，却是纽约的1/5。接着呢，是4年内即可取得双学士学位。2+2学程让你仅需4年的时间，即可获得美国天普大学以及中原大学2间学士学位的文凭。大一、大二于中原大学商学院专班就读，在培养基础商管专业能力外，更支援学生通过天普大学之英文门槛，以提升英语实力。而大三、大四即前往美国天普大学福克斯商学院就读，选择专业学程，并接受该校商学管理实务之训练。在完成修课学分后，获得双学士学位的你，已拥有扎实的外语能力，且具备国际职场竞争力了。最后呢，就是节省海外留学费用的部分。出国念书除了考虑对自己未来发展的帮助外，费用绝对是另一个最大的课题了。于是我们将2+2学程与在天普大学读完4年的费用做比较。由于2+2学程的关系，我们只需要支付2年天普大学的学费。同理，在中原大学的期间也仅需2年的费用。生活费的部分，由于前2年待在台湾的缘故，得以大幅降低所需的花费，但却又能够同时取得双学士学位。然而，若是4年都待在天普大学的情况，费用可就是原先的2倍了，还必须加上双倍在美国的生活支出。4年下来，选择2+2学程的你，与4年都待在天普大学相比，整整省了216万元台币。